世间啊，的确是苦难偏多，天灾还可以呢，一时的苦难，只要人人用心呢，复健一下，苦总是会过去。但是呢，人心呐、假如一不调是好，那他的灾情啊，人间的苦就无尽期啦。不过呢，我们慈济人呐、相信呢，用慈悲之心呐、看到了，总是可以启发我们加强爱心，让我们呢更会用心如何投入哈、这就是呢我们要认真的地方。时常我都说要认真哦，要诚意哦，对吧？有诚意，我们肯认真面对的苦难众生，不只是我们看见他，或者是从媒体呢知道，总是真的有这一桩事。所以我们呢，大家赶快汇合起来，假如有因缘呐、碰到我们这样的慈知，就可以及时的去付出了。这凡事都是要有起头，何况呢慈济啦，算时间呢也是已经从开始到现在将近60年啦，总是在美国呢时间也已经呢有30年以上啦，何况其他的地方哈，我们这时间来连接呢，连接全球的国度里哈，把 NGO 的方向把它普遍一点哈，我们能及时投入了，那当然这都是要我们的此次大家呢有共同呢一个方向。感恩呐、国际观在本会啦，有执行长，还有一群年轻人哈、跟国际的语言能通，对国际的文字啦，也都会看哈、总而言之，眼界也打开了，可以看到。所以只要看到，我们就会呢了解这一关哈、就会有能量。只要我们大家有心，共同一个方向，总是会做得到。怕的呢是看不见，也没有信息，所以这就困难了。我们既然是看得到了，看到人间贫穷，或者是天灾，或是人祸等等啊，都可以呢，给人来互相哈，互相来提出，那真的是很感恩啊。我们可以做的，像今天所提起的哈，这联合国可以联合起来，我们有因缘呢，就是来把握。那现在呢，只要慈善来推动呢，不管是妇幼哈，现在会造成了很多的妇女啦、孤儿啦等等，会。更是会造成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呢，这都是很需要
大家来共同。那还有呢，慈善工作要如何推动呢？这推速很重要，因为呢，爱心要提起，那就是爱护生灵，守护生命。我们有慈善，假如呢没有这爱护生灵的心呢，没有爱心普及所有的友情众生，光说是对人类这还不够，所以我们要更开阔的推开哈这如数了。如数呢，不只是慈善人类，其实呢是慈善天地，天的污染，这空间污染呐、啊，气候污染开始哈、哦，那还有呢是大地被污染，大地被破坏，这都是归入于人的口意啊。所以我们既是宗教，而且呢同时也是在宣导佛教信仰是人人自由，联合国总是呢我们都可以表态我们是佛教徒，所以我们如数、啊、为什么会如数啊，就是爱惜生命，疼惜大地，还要净化呢空气的污染，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推广读书。那请各位哈、哦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，呼吁大家看大爱台，这都是最实在，也是呢同时间哈、哦，虽然不同国家啦，但是呢。同一个时间可以看到穷困的国家是这样的穷，慈济人、啊、承担发放是这样的坚持，那这长时间可以这样一直做下去，慈济人、啊、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环境愿意付出，我真的也是很感恩，只要我们人人、啊、互相勉励、哦、互相都可以看到有感动的事情，都时常可以提出来来跟大家分享、哦、这就是弘法利生，讲多讲能做事的人如何承担在做事，我们多赞叹，那这叫做弘法，弘善法，这样的善的事情呢、啊，啊，这么大的量呢、啊，可以呢长久承担呢、啊，你说是否真正的是善法，要互相多宣导。感恩呐、啊，感恩所有的菩萨爱的能量呢，同心同志愿付出，这份诚非常的感动哈、哦。感恩美国菩萨们，年轻菩萨要多发挥你们的爱心能量啊，中老人呐、啊，就如师父赶快哈。越是年纪大，越是呢感觉时间可贵，越是感觉到我今天不做，那时间又空过，不舍我的时间空过，所以我们要充分把自己的生命呢盘点，让生命呢都更充实的为人间付出。感恩菩萨们，加油！而且呢，好好的发心，弘法利生，真正的能
走路啦，联合国很不简单，请大家呢要把握因缘呐，让联合国的足迹来来往往呢更增加，请你们在里面也都把佛教的神圣哈，还有众生的苦难呐，都提出哈，彼此勉励啦。虽然我们没有一定说爱信佛教，可是呢，我们要表达呢，佛教的清净无私哈，这份的大爱啦，慈悲的能量。